再试。好了，现在可以哦。我们是在北部发病啊，住这个加护病房，然后他的情况是重症，但是有舒缓跟恢复的状态。那北部的医院的部分的话，他是希望他可以多留一些空间给紧急重症的病患进来，有地方可以治疗。那对于可以舒缓就是持续康复的病人，他们会建议就是送到南部的医院，这样子他们医疗资源跟照顾那些也比较完整。六月初，因为卫福部的一个政策，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也响应了所谓的北病南送的这个政策。在他从北部的医学中心然后这个重症插管转到我们的加护病房治疗了一个礼拜以后，那顺利转到我们的这个负压隔离病房，然后在治疗两个礼拜以后，他开开心心可以出院。那想不到他的家人都相继也都染上了我们的新冠肺炎。可是现在刚好碰到一件事情，就是家里原本的同住者在后来也被确诊了，是有新冠的确诊，所以变成他也没有办法回家。爸爸他家部分就是他已经不需要这病房，但是他因为卡在安置的部分没有办法出院，所以张杰部分了解这状况之后，就是帮我们就寻找了，就是有之前配合的安养机构，也询问了说，哦，目前他这样的状况是可以帮我们做暂时收治的，对，那我们就是今天过来帮他转出院，然后另外转到护理中心去，然后他让爸爸在那边可以好好的休养。北部的一个患者也感受到我们彰化人，特别是彰化基督教医院这边满满的爱心。我想整个台湾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那我们一起来克服我们这个新冠肺炎，那让我们台湾能够同岛一命，团结抗疫。谢谢大家。你好，关好。你好，那你帮我直接有关。我开了，我帮你扣好了。你过来设计哦。